Black Max 有个高雅的中文名，爱马仕即是中意马又优雅的人。Egg Max 1837年以制造马具起家，无数经典丝巾图案同马术结下不解之缘，灵活百变的特性80年来风靡全球，全世界每38秒就卖出一条。其中四款马术主题的丝巾就是 Air Max 的经典。女王与马车在1937年面世，生动记录当时社交场景，上流名媛们围住长台玩牌类游戏，围绕住他们的内圈是顺时针行驶的橙色马车，外圈就是逆时针行驶的蓝色马车，画面就好像旋转圆盘，好有动感。是 Egg Max 史上第一款丝巾，由 Egg Max 第四代传人兼总裁 Probus Dumas 设计。1957年登场的华丽姜杯，细腻描绘马具中的杯头和姜绳，构图严谨，左右对称，笔法细腻又华丽夺目，名列 Egg Max 十大最受欢迎的畅销丝巾之一。2012年秋冬季推出的创意拐杖，受到 Air Max 家族第三代 Emil Air Max 激发灵感。他12岁的时候在古董拐杖里面发现暗藏的丝绸小阳山，意外惊喜开启了他收藏之路。途中共有24把拐杖，很多都和马术世界有关，精致的马头拐杖头伴随小孩身形的骑丝，巧妙分布在丝巾各处。2017年秋冬推出的盛装军官的马鞍，丝巾上面的马鞍是将军专用的，由制造军用装备的巴黎 Bidalat Piat 工作坊制作，在1884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被法军采用。马鞍采用摩洛哥皮革和丝绒，点缀了细腻的叶片饰纹，鞍上配置当时被称为虎皮的豹皮饰带，以及精雕细刻的铜饰，马术精髓恒久地融合了四款丝巾之中。